吃鸡开耍，二话不说先来把吃鸡啊。最近感觉自己吃鸡有点强，最近要我决定要苦练一手吃鸡啊，一个月之内成为高手。哟，我看到个九八 K， 舒服。我看到个九八 K， 兄弟们，爆头击杀！第一把就要秀起来啊！第一把就要秀起来了。来首《敬你太美》啊！我都在城区要打架了，你给我来《敬你太美》。我觉得我现在是个高手。哎，啊，好的，没事，不好意思啊，搞得有点尴尬，哎呀，搞得不好意思啊，兄弟们，开杀，我现在需要找个背景 ，OK， 兄弟们。爆头时刻开始，出发。真就跑了，真就跑，逮到。别跑，来坐我的车。还手，来还手。还手，来打我，打我，还手，好，行，我操！怎么是这么多人呢？一二三，好，四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就这一队非常好，都得死，所有人都得死。OK， 兄弟们，我要开杀了。你太美，我操，没子弹，有啊，我操，没子弹，我每次一击杀就说我炸。刚才我在击杀完之后我在说话，我没听清楚那个人进来了，不然你对吧，我两颗子弹喷着绝对把他秒了，那个楼梯口啊，这里有一个，这一个我要打不过他嘞，啊，真的，作为一个游戏主播，虽然我玩的不多，但是我是一名游戏主播，如果连一个我都打不过，真的就去实习。来，求杀。好烦，我现在手感很差，我听到声音了，哎呦我操，
伏笔速度。腹背彻底很烦，我后面有人在打我，难受。你想知道这次开播第几次跳伞？第七次。前十次我都是在热身。好，这是第八次。兄弟们，这把没有任何理由的，这把我要不是杀五个来，我随便你喷，五个起。你要不死了，动！你动得起来吗？这是小跳杀，你给几分？还不了手，好吧，不打。没子弹，我操！后面来人了，不得不冲。我只要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。哎哟，掉下来的带我坐一个，他这只能一个人坐吗？两人坐呀，不给坐的。我操，炫酷啊。哎，能开吗？不给开的啊。我操，不给开的。哎，这个直接买的还是抽的？好像是抽的是吧？他这是直接买还是抽？如果是直接买，我也来买一个。我的夜摩托虽然有颠簸，偏向轻盈，因为爱上它带来的快乐。我想奖励你来做我的夜。这树太细了，我操！这怎么可能打到啊？出发。咱们赌桥去了，赌桥。你很喜欢的主播没有麦凯伦，你很没面子。没关系，你别急，主播一定不会让你没面子，好吧？等主播三连击，就立马搞一辆麦凯伦啊！主播三连击买麦凯伦，你居然说下辈子，什么意思？你就觉得我根本就。不可能三连击，对吗？你看不起我，对吗？你在嘲讽我，对吗？好，兄弟，就为了你这句话，我必须要……哎，算了，咱不说这个气好吧？三连击的确有点难，我操！到现在一把鸡都没吃过，还三连击，想想的确是。二连击，主播只要二连击。就去搞一辆麦凯伦，好吧，答应你们的，绝对不会让你们没有面子。二连击总可以吧？你们觉得我能完成得了吗？十连王者，虽然不会玩吃鸡，但是真的苦练的话，二连击你觉得不可能吗？
那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我是有信心的。我八倍九八 K 还是有点东西的。怎么说嘛，看得出来吧，指哪打哪，只要不是锁子哥随便杀。两辆车，我先躲一下。有我被发现了吗？坏了，哎，完了，我被包了。没事，我看到操作应该是瓜皮，我跑是肯定跑不了。为什么就看到我了呢？他这个不对啊。你看啊，我听到车声，对吧？他都没看到我的，他就在我合适的位置停下了，透视呀。对呀，他明显的呀，明显是我因他车，反正他把我蹲了，他把我卡住了，透视呀，不对嘛，这个对不对？应该是他开个车，我能知道他位置，他不可能知道我位置的呀。小偷，小偷，这是小偷。不要开外挂啊、哦！开外挂，开外挂都是弱智。我认为开外挂的人，他智商肯定不高，哎，肯定智商不高的，你懂吗？哎，不要开外挂啊！等一下，找个枪屁股。哎，有了，可以看一下啊，主播的压枪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压得不错。你饿了，你饿了跟我说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饿了你跟主播讲个什么？你点外卖呀、啊、你饿了那么你自己去搞东西吃。全满，全满，马斯快递准备就绪。嘿嘿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操！果然有。你能把我打死呢？我叫你爸爸。哎，就这种情况，你能把我打死，我叫你爸爸呢？我包在哪？毒吗，大哥？没法跑，这被卡住了。哎，这被卡住了，难受。